这个做风台，中南部无啥物风雨，但是农民阁大量来抢收青菜，结果这个菜价无起，电倒落。妈妈送买来买菜，原本是担心受到风台影响，恐惊这叶菜略变贵，收买到菜若无起，煞电倒落。本来都是在160、180，现在剩下140、150啊。本来降多少？30啊。哦，也是跌10块左右啊。可是这样跌，哦，快要跌一半呢，哈。对啊，几乎这个叶菜类全部都有降一点。这叶菜哩，平均大约拢是落较侪，而且也品质甲卖相嘛拢真好。不过每间若听到风台，菜价拢会随起。这处为虾米会无起价？跟产量有关系啊，跟台风没关系啊。啊，咱中部啊，无在做风台，甲风台有啥物关系？风台无伫中南部造成灾情，农民有可能予进前的大雨淹甲惊到大量抢收。地主果菜市场的进货量增加，继续因此落。你知吼，到即马复耕的蔬菜拢出来，所以量一定渐渐提升啊，啊，继续落摆啊。果菜市场估计，这许啊菜类这两天价格拢会比较较少。这产啊目前并无受到影响，不过因为伊的产地伫东北部，价格这两天后有可能会有波动。因此，妈妈阿婶若要买较俗的，最好是趁这两天赶紧加买一点。